天犹如在暮色里面，无情已化作一缕的青烟。我偶然留存着你一笑的惊艳，我比却难写尽生死缠绵。相望了千年落河边，几乎一转眼顷刻间，何必去纠结谁把爱再亏欠。厮守到千年落河边，爱恨一转眼似浮间，绝笔处宛若我初见。你隐约的笑颜落水深陷，思念犹如在暮色里面，无情已化作一缕的青烟。我偶然留存着你一笑的惊艳，我笔却难写尽生死缠绵。相望了千年落河边，几乎一转眼顷刻间，绝笔处宛若我初见。隐约的笑颜落水深陷，吃饱了，可以美美的睡上一觉。不像某些傻子，饿着肚子睡不着。切！啊西！啊西！怎么了？是不是受风寒了？心着凉，放心吧，别说这点小小的雨了，就算下雪天，我也光着身子在雪里头跑。我这盔甲不易沾水，已经干了，你好好披着可以保暖，否则着凉了就不好办了。里头还有干粮，你拿去吃吧。我可不敢吃。哎呀，你就吃吧，过一会儿又饿了。你不拿吃的，你怎么拿人家的？不好意思啊，我重新拿过。是这个吧？都已经过了好几天了，子健到现在还没有醒过来，这该如何是好？
你昼夜昼了这么多，子坚，你昏迷数日，母亲也是为了你茶不思饭不想，日啼哭夜难眠，担心的要死了。娘，孩儿不孝。 心肠痛，泪已无望，为子心牵挂。
娘怎么忍心处罚你呢？你没事，娘就放心了啊。也不能怪子健，听说是子桓想出去走一走。是啊，这子桓要是回来，我一定好好的骂他一顿。娘，大哥还没回来吗？那蜜姐呢？甄姑娘被袁熙挟持而去，子桓是单独前去救她。你父帅不放心，就叫子文带着兵马去接应他，但是怎么样？但是至今也未有消息。原来三公子口中的蜜姐就是袁熙的未婚妻，三公子与他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为什么昏迷之中一直在叫他？蜜姐，你到底脱险了没有？但愿大哥能将你救回来，要不然天涯海角我一定要去找你。车白泥泞。
怎么了？大公子，车轮卡住了。哦。小姐。姑娘。怎么了？这车轮坏了，不如你们先下来休息一会儿。好。大公子。南山雨催金如花，遍地如今春风吹，枝上一叶鸟，夕阳依偎，杜鹃美人吟双随。你是豪杰大英雄，身边怎遣女红妆，用脂素粉又何用，心中只将一人重。自己厌恶娘娇颜容，无限深情在心中，今日为你相思重，夜夜盼你来入梦。句句痴情欲语爱，愁杀征服你胸怀，他的痴却钟情于子间，沉吟数次寂寞地，教我学校习诗行。看你不言又闷闷，不妨试对我云，看他万般的诚恳，沉浮怎能说出唇。姑娘，姑娘为何欲言又止？难道姑娘不相信曹丕的一片真心吗？不，我……哦，我知道了。姑娘是怕负伤。
三公子，无言呢？我要静一静，所以。你看着无言，真是的。来，闭上。多谢德祖。三公子，你今天感觉怎么样啊？多亏了华佗大夫妙手相助。是啊，华佗大夫果然是好医术啊。嗯，德祖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哦，卑职来了一会儿了，在门口叫过三公子。一，见三公子后。二一，公子不言不语，目含情泪，卑职不得已再呼叫三公子。诺，诺，此三一了。德祖怎好开我的玩笑呢？啊，请坐。诺，哎，坐吧。德祖，那日子健与你相遇，你我相谈甚欢。嗯，你叫我子健，我称你为德祖。如今你卑之长，卑之短的，叫得我好不习惯。这礼不可废。如今杨某已为令尊帐下一名主簿，既是为属，怎能不遵礼仪呀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公事上，你爱怎么叫我管不着，但是私底下咱们好友相聚，互道名字就可以了。哦，诺，杨修，遵命。你呀，哎，怎么样，被我抓到了吧？抓到什么？当然是抓到了让子健魂牵梦系、萦绕在心的那位玉钗佳人呢。哎，嘘，德祖，千万别大声，若是被人听见了，多难为情啊。也好，不过你得告诉我，他是谁。这，德祖，你我一见如故，那我也不隐瞒什么，这玉钗的主人正是甄宓。甄宓？甄，姓甄，是那袁熙啊，是邺城第一大美人呢。杨某素闻那甄姑娘如何美丽，如何娇艳，却从未曾见过。子健，不如你就向我这个山野中人描述一下如何？哎，既然子健不便启齿，那杨某也不好强求啊。那我只好逢人便问，三公子是如何与甄姑娘相识，如何与甄姑娘谈情说爱。哎，不可，千万不可。那就由你亲口告诉我。哎，子健，待会儿我也要告诉你一个重要的消息啊。消息？是不是蜜姐平安回来了？蜜姐？哦，原来就是甄宓啊。哎，快说，你初次见她的感觉是如何的？你这么好奇？嗯，这，哎，既然你这么想听，那我就告诉你。初次见面，她宛如是骤然之间，天地放异彩，宛如仙女下瑶台。她倩影风姿沉绝代，天宫深
手巧剪裁。秋水默默映眉黛，红云绵绵透粉腮。点将迎春深可爱，朝帆脱素美裙钗。她一动一静多旖旎，她一言一语皆是句，她一颦一笑全情意。独抱玉钗独相思，得祖莫笑自坚持，不怪你会多怀疑。你若情眼间得足，你也会不难移。外貌绝色又何用，由来美人才平庸。文辞满腹多本领，琴棋诗画样样通。如此说来，她非世人，定是仙女下凡尘。仙女前下相思债，下凡与你成一家。哎，听我说，你姐对我情分好，愿系着我与国道。他千方百计来讨报，患难约定皆似落，才知公子情深定，不由杨修心真惊。前庭访问将军令，准备拿钱与平亭。德祖，你说福帅要拿妾？方才我在帅帐之中，主公召见了陈琳。
盘问主公，打算何日出兵啊？越快越好，皇上已命我为冀州牧，霸着兖州不走实为不妥，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平定冀州。曹丕这个逆子出征，刚好我可以迎娶甄宓，免得他吵吵闹闹让人笑话。主公高见呐。此事当真？德祖绝无半点虚言呐。天哪，原来那日父帅责打大哥也是为了密解。你还是忘了他吧。
姑娘对婢女如此的照顾，真令子桓感动。子桓在想，如果是我受伤，